那我们现在开始录了啊，那个好，终于考完了啊，我终于可以跟大家录视频了啊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录的是皇室啊，那我也是刚上次在免费宝箱上开出了这个电磁炮啊，靠电磁炮呢，我从2500跌到2200，跌到2200之后又打到2400了，真是非常困难的磨练啊，电磁炮玩的也是非常辛苦啊。非常辛苦啊，就是遇到苍蝇大军，基本就废了那种感觉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来打吧，好的，先打几把那个，友谊战啊。哇、哦，大皮卡，哇，好可怕！所以这里比较冲动啊。哎呦，完了，这个完了，这个完了啊！完了，我们这里现在比较冲动啊，那我们重新重振旗鼓啊！我就是为了防御野猪和大皮卡这种双倍的这种进攻，所以带了两个建筑，一个是墓碑，一个是加农炮。加农炮就算被削了，还是一个好牌啊！哎，太亏了！这位守得很好啊，好打出来一发，漂亮！哦，对方野猪了。打出来一发，好的。喂、哦，对面又来一个，完了这把，浪费，看能不能打出来。哎，漂亮，好的，多留了。好的，这把肯定打到了。啊，对面打得挺好的啊。好，咱们开一个箱子吧。那对面打这也是挺好的，房子非常漂亮。房子非常漂亮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打这个排位了，打三把了。不论输赢了。我觉得今天要掉回2300了。来，就是这套卡组啊，开。这套卡组呢，本来我带的是法师的，后来把法师放女巫了，因为女巫被升了，对吧？增强了。好，你现在这里比较鲁莽的放下一个女巫。
我不好。不过也蛮，不过黄安俊并没有去理睬也，理睬这个投篮台，效果还是可以的。投篮塔呢被削了，但还是很强力啊。女巫为什么强呢？因为她攻速本来也很快，伤害比较低，现在伤害又提升那么多，所以就是一张好牌啊。好，那这台推掉了。应该推掉了。好的，先立防守。这把目标也比较明确了，就是出了三倍券。啊，那边九级跟我十级打，肯定输掉了。没事，哎呦，还留一个，还留了一个吗？这个失误啊，失误啊！哎，哦，对面打得好啊！哎呦，感觉对面要翻掉了，对面要翻盘了。哎，失误了。好的，给我们拖一塔。我现在要拖主塔了。哦，他们四级的，飞龙四级也太猛了。哦，这里防的特别好。哎。哎，哎，哎，好像有了吧？好像有了吧？到手了，到手了，三杯。好的啊，我们是加时赛绝杀对面了。好的。啊，这把打的还可以啊，对面没有带亡灵大军，不过对面这个防守也是挺有趣的啊。看，他是用骷髅军团啊，基本上没人用这个，再配合投篮塔，这个防守非常有趣啊。而且刚打下来也觉得非常实用啊，大家可以借鉴一下。不错。好的，还有两把啊，继续开。这把呢，我们还差一个奖杯就可以打，就可以得到皇冠了，所以我们这把稳一点，不要冲三杯啊，一杯就够了。哎呦，这边是电磁炮，两级的，看一下怎么防它。哎呀，完了，哎，完了，这塔丢了，这塔丢了。哎呦，没丢，不过还是苍蝇要打我血啊。他刚刚他那个法师出的很好。失误了，出现失误了。那么的话就跟他一换一吧，不要再守了，不然这把应该是没希望了。好的，我们不守了，直接跟他一换一吧。
哎呀，这一塔不会没拿到吧？没拿到的话就非常尴尬了。啊，我们这把应该是要跪了啊！现在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守好，然后才有机会翻盘啊！我翻盘几率不大了，这应该敲一下。好的，哎呦，好的，还可以，我这边打不可以，看一下，哦，要赢了，要赢了。打下来，漂亮，守住这七秒，好的，翻盘了，漂亮，赢了，漂亮，这把翻盘打得好啊。我们先被他们打下一塔，然后我们两塔直接翻盘了，打好啊，翻盘了，漂亮。好的，我们开一下这个皇冠吧。出来吧，传奇！哎，52个电击法术，嗯，可以。好的，那我们再跟我们的这个群友啊，不是队友打一把。上进，来，谁给我打一把？来来来，好的，啊，我们叫一个队友。哦哦，这个。啊，这是我们大神2600多个V的啊，完了，这把要废了。啊，他有矿工的啊，输定了，我们这把输定了。哎呦，你们看到没？这个2600的他只有7级啊，这绝对是大神了。这把如何是好啊？谁让你打？好的，嗯，不过这把，这次配女巫吧。又这个套路，哎，哦，我们这边还算赚了，其实跟他们打比塔的血量的话，我们这边还是多一点。好的，加速起来了。哦呦，直接弄苍蝇了，这么浪，但你完蛋了。好的，我们开一下女巫，有了这。哎呀，蛋！哦呦，这个太浪费了吧！啊，还是不行。哎，对面防守还是很硬啊。哎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丢了，丢了。
好吧，我们输了。好的，这把失误，刚刚就是忍住没想攻，然后就被对面直接推了一台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结束，谢谢大家。